啊，台北的在哪里呢？台北的也一样哦，台北也有哦。这个你家就可以叠土叠下去。有，关渡那里有一大条，对，那里有一条非常有名的三角断层。等待一下，速度慢啊，哦！你看，这些都是断层，这些都是断层。啊，对，哦，啊，那个活断层就是1万年来有活动记录，它会特别标出来，甚至分第一类跟第二类。我们这一条算第二类啊，没有立即马上危险。那个第一类就是那种鲜红色的。哦，等它一下吧。好，那。